风的旧爱潘冬霜多次被传整容，而近日更是被曝跟 Angelababy 似模似样。日前他在微博上传了一批新照片，其中被网友赫然指出跟 Angelababy 的样子有如倒模，成功获得了 Babyface。 关乎潘冬霜上传的新照片，齐齐分脸的自拍照更是无论从发型、被放大的双眼还是下巴，均跟宅男女神 Angelababy 似的十足，难怪有网友忍不住留言道，不说还真以为是 AB。随后潘双双还在微博解释只是角度问题而已，看来撞什么都不要撞脸呀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